那科技枪法爆换个龙刀就可能就好点了，启动太慢。又一把钻，又一把第二，拿了三把第二了呀！这也不让我吃今儿，就是把把给我第二名，我确实有点受不了。我玩别的，人家玩龙神，我第二；我玩龙神，人家玩别的，我第二。太难了。给我把刀剑！操！所以说是人的问题，阵容问题。这种阵容有相克的，你知道吧？你不准备给我装备了吗？我的人民在期待着我。嗯，你是不准备给我装备了呗？确实是不准备给我装备了，四件，四件圆弧律动，四件的话，四件其实也行。可以上四斗，现在我们可以狼吞虎咽了。走，看一下幻境啊，幻境每场胜利提升10%，叠加50次。啊，叠加5次。
这把走连麦吧，这把我走连麦。把连麦怎么？包女不要，换一张吸血鬼。四斗不上吗？我不上四斗，我不玩八斗。看攻略不让看吗？不能看吗？看攻略怎么的了呢？不能看吗？嗯，为什么会加盾呢？云，云啥呀？刚开两天，我这不知道这塞拉西啥技能，这不很正常吗？铲子的话，铲子转龙王不会玩，算了，拉倒。也没养，这么地儿，我先来一个。太刺激了！我先来个羊斗。这咋赢了呢？别赢啊！别赢，别赢！我受不了这刺激呀、啊！别赢！哎呀，太菜了！快快乌鸦土啊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，不对，他一百滴血，那行，那行啊！为民除害，兄弟们！这波为民除害。那我直接拉吧。
写着，写着就不要了。歇着要它干啥呀？歇着不用，歇着后边换去。玩斗射呀，你哪知道我要玩斗射呢？你早就知道了，你怎么知道呢？你咋那么厉害呢？真聪明啊！哎呦，八块，八块，扔。你说我是等个龙刀还是直接上正义？两连胜了，反正。别管龙不龙刀的，先给个女神泪肯定是没问题。三十块，三十块不合适，要个两件橙装的话，三件随机技术装，刷新。要钱也行，其实我要装备也可以。我决定要个铲儿，我决定要个阿福的百宝袋，给我个龙刀。为什么不刷一下？我不还能下一个还能刷呢吗？那万一下一个是谢他，那咋整啊？星界龙都上几轮了，怎么下一轮还没给我递出来呀？绝不回头。啊？怎么还不带递的呢？
不是星界龙，不是五次刷新怎么还没到吗？五次刷新应该呀。刮痧，哎呀，不用着急，这都没成型呢，这刮痧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我决定来一个女妖，给我的维鲁西。唐国者，死！这个斗色八音口能挂什么？不能七音口打到底吧？八音口挂什么？挂八德吧？挂八德行，挂不八德就随便挂。这蛤子真他妈幼，我操！给把大剑，再给个拳套，我就不找装备了，行不行？给把大剑吧。哎呀，我就想要个大剑呐！打个游戏呀，这大剑怎么那么难拿？可以。
他真刮呀！额外的一名迅捷射手。 那咋整啊？感觉都没啥用啊！我刷一下子，不刷白不刷呀。完了，还不如刚才呢。治疗护盾有用吗？没用，百宝袋。不好意思啊。 侠你不要吗？不要啊！不是要那什么吗？不是要小黄毛凑两风暴吗？维鲁西差一张了，搞出来得了。 这维鲁西无限控，这不挺狠的吗？可以，这维鲁西没啥太大问题。你这蜘蛛这没用，这打不动人。拉人口上一张巴德就完事儿了，我们也就无敌了。
歇着留着，地的时候上去呀。不上了，不差那2块钱。梅鲁西上山就可以换了。没鸡巴用啊，这小玩意儿的。凑合吧，我想要个全套加攻速，凑合吧，就拿这个得了，刷。凑合用，一会儿赛分再选一下。鱿鱼来一张，还能干嘛呀？这牛呢？提上限咋？这还能怎么提呢？哎呀！上酒上啥呢？上个露露。挂个秘术，那也就只能挂露露了。我怎么又打他呀？啊，不是，这个是蜘蛛。这么狠吗？这不版本答案了吗？我这不无敌了吗？我的天哪！挂张路路，为什么你能三星我不能？这就是运气吗？为什么你能三星我不能？羡慕了吧？羡慕了吧？又杀一个！快点的，我要卖个卡，卡钱了。
这能拿什么呀？没拿的东西呀、啊。电刀怎么样？ 给巴德还是给赛芬？可以给巴德，巴德可以用的。不如反甲，我有反甲呀，我这不反甲吗？ 我操，他这是金的呀！这人是他妈金的吹风，给我那维鲁西一顿吹，给我吹10秒没下来。未来视野，那你怎么整？我没瞅他，瞅一眼，忘了。 都跟你们说话，你知道吗？很影响我，你知道吗？跟你们说话非常影响我。我操，这小子11个御龙，他差个啥呀？ 11，11个，11个，你怎么还差一个呢？差个御龙之心，差个御龙之心，差个人口，那11个他也没有用啊。 这哈子这么幼吗？我也吹风，我不用你吹我，我也吹风。哎呀！ 我是不是塞拉西应该放下来给巴德加点血呀、啊？这么长时间没有人告诉我吗？你们呐，真是一点细节也没有啊！我这死劲不白选了吗？一点细节也没有啊！简直了，真毫无细节可言。 没操作好，哎。
希望可以赢。维鲁西，漂亮，维鲁西，没操作好。 我本来想把那奥拉夫给他吹起来的，没操作上，哎，算了，不鸡巴变了，以不变应万变吧，兄弟们，真的，我说句实话，还是别变了，就以不变应万变就挺好，变来变去的更他妈不好变，但这波不行，这波我得变一下，我得把他的。 我得把他乌鸦给他吹了，反正，这我得吹他一周。哎呀，三星乌鸦，这我得吹他一周。这龙女怎么打不动呢？ 一直控死他！哎呀，哎呀！让我看看，再来一个，给我随便放一个吧，上个啥都行。 第三名，玉龙不掉血，你知道为啥玉龙不掉血不？因为我的巴德不是巴德，因为我的那个奥恩呐、啊，他一星，我的奥恩如果能二星的话，能上个鬼叔那倒还行。 这咋的了？这还卡住了？啥玩意儿呢？谢谢 VANGOGH478。 内测玩家不行啊？咋的呀？那云顶之弈一共八个人的游戏，拿个前四就行的，一个游戏怎么的还得把把吃鸡儿啊？我也没听说过谁能把把吃鸡儿，有分就得。